接上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酒吧 Live， 我是威编。那今天很特别，就是我们出了直流的转接头，就是 CCS One 和 CCS Two。那打开来会是这边有说明书，那我们的转接头就在这里。那这边凸一块，里面是有藏一颗电池，那我们里面也有再给一颗备用的电池。那这个电池呢，就是为了就是要沟通讯号啊，还有这个平衡温度用。我们来操作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就把 CCS One 接上去，然后直接插入。好，那结束的话就是在 App 上结束充电，然后它就会停止，那直接拔出就可以了。那在拆装的部分呢，这边有一个电池的断面可以握在这里，这边可以握着，然后拔枪，这样就很容易做分离的动作。 OK， 那谢谢大家收看，期待你使用这颗就可以拓展全台湾的充电站，再也不用担心没有要排队啊或等待之类的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